你过来，我要偷偷的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要是有个男朋友的话，我就跟他一起上班，一起下班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连洗澡都一起，有没有这样的男人愿意给我成双入对呢？我要是真找老公的话，我就要找你这样的，这样的你会不会嫌弃我穷，嫌弃我丑呀？如果说你不嫌弃我的话，我愿意去找你，你在哪里呀？还有一点我要告诉你，我虽然不是什么黄花大姑娘了，但是呢，我真的很真诚，我把我的心里话都告诉你了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吗？愿意跟我一起同居，一起领结婚证吗？我们合得来就在一起，合不来我们也可以好聚好散，是你来找我还是我去找你呀？我很想去找你，但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哪里，还是你来找我吧，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给到你，赶紧点击左下角这个摸摸交友，上面有超多的小姐姐等你上线聊天，聊得好还可以约出来见一面，可以语音可以视频，想要快速脱单找个合适的对象，赶紧点击左下角来试试吧，我也在这等你。